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这次呗，这个东西能打成这样算不错了。打成这样还是我一级比较厉害。对，我们要解救几件圣物，杀几个坏人，说不定在拯救世界。 现在没出号呀，开波第一把，等超过等100贵宾以上再出号吧。对啊，等差不多100贵宾左右开始出号。我讨厌"偷"这个字，我会说"解救"或者"获取"。交给我了。 反正之前也说了，之前有说了，现在平时如果没有单子号要打的话，就每天都出号了，对吧？就如果没有什么单子号或者包身号打的话，我就出号了。<咳>在时间尽头，见得多了，我只是想把这圣甲复活宝石，那个肉盆吃掉便好看。<咳> 都我也哈，得亏没死啊！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能，那就仍然有可能。你大胆去做吧！
这波上的时机肯定不好，这对面 AD 6级，再加上他们有兵线，这波上的时机肯定不是很好，这波能上其实很难受。感觉整个世界都垮了。 加飞他们，绝地翻盘正是我的特长。 三项了，这把应该也是轻松拿下，轻轻松松拿下对局。
本组射有个射有个穿过去的，对，这个真有点没分组。谢谢何家伟送的情书。剑姬打虫子不应该是劣势吧？感觉剑姬打虫子应该很大才对。本来小天怎么都来了？这是什么 ID 啊？可以根本搞不会了，大弟。下路不回，中路直接推了呀。血晶可以不着急的，高地这个塔可以下了，他下不了这样的可以。精彩的操作，差一点吧，只是说都差一点，两边打野都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我会挖出远古的秘宝，卖给出价最高的买家。听起来我是在犯罪吗？不用回答这个问题。只能说我的操作在你之上。干嘛兄弟都在那挂着的，不是你知道人家要点就在那站着不动是吧？还预知预播，这是吧？